好，那我们今天现在来看到的是我们的双人房，一大床的房型，它房号是705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左手边，它的浴室的部分。哦，它是干湿分离的浴室，哦，从淋浴间，然后他们的沐浴用品是嘉南风华酒店的自有品牌哦，而且每一间的浴室都是富人大平。好，有时候就是可以很有够用。然后他们每一间的房间都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浴缸，哦，一个浴缸。如果小朋友啊在这边玩啊，还好就是大人在房间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在这边玩，好，很贴心。那这边也有一个卷帘，那卷帘的部分如果说在大人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拉下来。好，那这边是他们的备品的部分。好，很有质感的备品哦。好，这边，好，这边有其他的像棉花棒的部分。好，OK，这是它的浴室，浴室还蛮大间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右手边是什么？衣柜哦，区，衣柜区，开放式的衣柜。对，好。然后会附他们的手持的吹风机，有些部分房型是手持，有些是壁对，挂的。那如果说觉得壁挂部分不是不习惯的部分，也可以跟柜台去借手持的吹风机。还有好，一然个后一个洗衣袋，还有一个保险保险箱，箱。然后这好，边可以到时候可以直它接关起是来，对，它是活动式的，活然动后旁式边的，会附纸拖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房间的床，哇，这个床真的好大哦，这个那自由我们臂。这个床宽的话，它是两张单人小床并在一起的，所以是，它有210公分宽，非它常这个的就大，是比 King size 还大的，哇，所以是7×6.2，7×6.2，哇，对，超反大而它的，的宽是比较宽的哦，是七哦，不是5×多，也不是6×多，超大的。然后房间大概是10平，对，那这一间的话就是地毯房，哦，对哦，就是它。有些楼层就是7、8楼的话，七目八楼前是木是地地毯毯，的，地毯，对。然后6楼以下的话是木质地对，板，所以说如果说被比较敏感的，就也可可以以跟选你择们那说对，低要楼地层毯还是木质的，木质的。OK。好，那这边就是一个超大的行李架，好长的行李对架，啊，真的。好，那这边是他们的小点心的部分哦，对，福玉轩我一的些饼干。好，还有一些咖他啡、的红咖茶啡。包、乌龙还茶、有两矿瓶泉矿泉水，水，那还有他双们人房都有附有两两瓶的瓶饮，的然后汽四人水。房就是4瓶。好，会有个长桌子，好，可以 notebook 小朋友写，可以写功课，一个化妆镜，然后很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得到外面，然后会有桌，会有就是休息区，就是会有桌椅。所以它整个空间其实是蛮还大蛮的，大的。它10平是很舒服的，然后可以看得到浴室的浴缸泡澡的，小小朋朋友可以友在里面泡澡玩水，然后大人可以在这边休息，可以是，看得到，他们很安全。哇，这空间真的还蛮大的，房间蛮大的。OK，那我们今天这间双人房一一大大床的，床的房型那我介们绍就给大这样子，家，好，谢谢谢。谢。